皮皮一个人感冒了，给我。全都让喷嚏给传染上了。你别吓唬人，喷嚏怎么会传染感冒啊？来，你们来看，空气中啊有许多小妖怪，都是从你们的喷嚏中射出来的。 他们会在空气中传播感冒的病毒呢。不吃在打喷嚏了。小熊医生，喷嚏捂不住怎么办呀？可以用这消毒剂来杀菌。来，你们再来看。 就一个，预防感冒要注意保暖。运动以后别着凉。患了感冒要按时服药。对了，别忘了戴口罩，防止喷嚏传播病毒。好了，我还要去别处治病，再见了。谢谢小熊医生，再见。